可是比成都的环球中心还要大的水上乐园，要是走独库，建议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奎屯的帝锚热岛乐园，这里算是国内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了，光水乐园就占50亩地，在这儿玩水要多快乐有多快乐，而且完全不用怕被晒黑，整个冲浪区的氛围特别的棒，不仅有 MC DJ 烘托气氛，还有水上空中飞人表演，胆子大的还可以跟飞人一起在空中飞翔，水枪大战更是刺激，还有超级大喇叭、彩虹滑梯、回旋滑梯等等，各种各样的滑梯一个比一个刺激，让你根本玩不过来。小朋友的儿童水寨也超级有趣，还有这种泡泡水世界，太快乐了。玩累了还可以吃美食，吃完就可以在意大利威尼斯风格的水城划划船、赏赏景，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美人鱼表演，简直太养眼了。你还可以抽空去看看星空，看看麦田，真的很治愈。重点这里真的超级大，小朋友最喜欢的淘气堡、蹦蹦床，简直是快乐王国。这里还有电玩城、萌宠乐园、恐龙园，还有泡泡馆、水母馆、卡丁车等等。赶紧约上你的朋友，带上你家的宝贝，来这里感受盛夏的快乐。